玩捉迷藏一定很好玩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捉迷藏，捉迷藏是个好主意。可是我们谁来做鬼呢？不如我们猜拳决定吧。好啊，猜拳来决定吧。来吧来吧，猜拳猜拳，吼吼吼，请这个燃烧吧，燃烧吧！哇，赢了赢了！你们这就算猜拳呢？小龙，我们在上面吧。快点来抓我们吧！好，你们等着，我一定会抓到你们的。看，小鸡们躲到石洞里面去了。正好，我们来个一网打尽。哼，可别小看了我鸡小龙捉迷藏的实力。当年我也是修行过捉迷藏武功秘籍的。小龙怎么还没上来呀？是不是这个树洞太复杂，他迷路了？怎么没看见他们？躲到哪儿去了？我鸡小龙是不会认输的，紧张啊，燃烧吧！不在这儿，也不在这儿，这里没有。树洞里面黑漆漆的，正好下手。抓住他、喂，你怎么先进去了？不许独吞小鸡呀、什么声音呀、鸡丁，你怎么了？怎么样，都抓到了吧？这么快就抓到了？我是不是很厉害呀？又是你们，我可没有邀请你们参加我们的游戏，滚出去！快逃啊！快逃啊！鸡小龙没有追来吧？快跑啊！站住！大坏蛋不要跑！小龙，算了吧，他们不敢再来了。救命啊，救命，小高高，救命。小鸡们呢？糟了，风要把我们吹走了。啊，那我们会被吹到哪儿啊？弟弟，师傅，想跑别跑。嘿嘿嘿，看你们往哪逃。小龙，救命啊！师傅。
小鸡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。瘦高高，等等我。可恶，笨蛋，你还发什么呆呀？追小鸡去。这是在哪儿啊？我想我们是掉在一个潜水湖的旁边了。潜水湖？树高高，你没事吧？早就让你减肥了，长那么胖，像那边的黄鼠狼干嘛呼呼？小鸡在那儿。水好温暖呀，好舒服呀，好呼呼、赶紧给我起来，不然连金屁股都没你的份儿。好烫啊、用不着这么大反应吧。烫啊，烫啊，烫啊，烫死我了。烫死了，什么东西这么烫啊？这些是地热喷气口，会喷出热蒸汽的。地热喷气口？地热喷气呢，是卧龙公园的一大新景观，大家要小心，不要踩到喷气口了，很烫的。小鸡，你们逃不掉的。活动时间到了。鸡兵，我们拿根棍子干什么呀？用棍子探路，小心地上的蒸汽。瘦高高，小鸡们拿着棍子在做什么？是不是在找好吃的？管他们做什么，我们马上就要成为真正的黄鼠狼了。注意。哎呀，你们快看哪，黄鼠狼追上来了。小鸡，乖乖的让我们咬一口吧。黄鼠狼快赶上来了，小龙弟弟，我们快离开这儿。站住，我的屁股。救命啊！这地方太危险了。可恶的小鸡！还好现在没事了。小鸡们，不是吧？可恶的黄鼠狼居然又追上来了！谁叫你们身上有鸡肉的香味啊？我们是，放马过来吧！怎么回事？地震了吗？什么情况？这是什么地方啊？我也不是很清楚，我刚醒过来。这里好像是地热喷泉地带。没错。那我们快离开这儿吧。哎呦，你们想跑去哪儿啊？
前面黄鼠狼所在的位置正是卧龙公园最著名的老钟石喷泉。老钟石喷泉？我想过不了一会儿他们又得上天了。你们在嘀咕什么呢？想跑我一定要抓到你，挺起胸别再犹豫，在大草原上驾驶着轰炸机，睁开眼这是哪里，正待在鲸鱼